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山东半，今日要来爬东卯山东南岭。啊，你啊，谷歌导航的人啊，吼，导航设定德芙兰最高凉亭，吼，凉亭啊，就使来到停车场。停车场的边啊，还有一间民宿，未歹啊。啊，即马已经晚八点啊，有较晚，所以赶紧熄灯啊。左右两边行。来到围墙啊，遮爱行正手边，叫指标，遮最高凉亭啊，所以往这边继续行就对啊。县城三人，这桥啊吼，看起来两公两公啊吼，照规定啊吼，莫超过三个。今仔要爬半点钟的上坡，去到德芙兰的最高点。德芙兰的最高点是凉亭啊，大概离登山口 1.4 公里。啊，等下去到凉亭啊，凉亭啊后边有一条路，那条就是东卯山东南岭的登山口啊。条德芙兰步道啊，阁袂歹行啊！住中部的人啊吼，也要来，有一个选择啊，坐公车来，这坐公车真方便啊！而且这条步道啊，阁有伫维护啊，规路啊吼，路拢都清气的，路况阁袂歹，中拢无杂草啊，行起来算真安全，真好行。啊，管道嘛无管啊，适合规家伙。做会出游，第三班的吊桥，这班吊桥算已经行一半的德芙兰步道了。东卯山东南岭，这开头甲东卯山步道要讲要讲啊，拢安尼之字形的上坡，安尼一直起哩，算轻松啊。啊，要来行德芙兰步道的啊吼，会使行到最高凉亭哦。来，最高凉亭，德芙兰步道最高点，凉亭的后边遮。这就是东南岭的登山口。前菜德芙兰结束，现在开始爬东南岭啊。对德芙兰两公里了算起，开始爬行，算真惊啦，但是不是上惊。哦，这后段哪会这么怕啊，而且到未到上怕的所在呢。哦，已经走到东南岭的碎石坡啊，这个碎石坡真正是难走啊，才遇到两个新朋友，挥一个手。嗨。哎呀，现在大家的心情都一样啊，好累好喘啊。哎，我头看你就知道安尼有叫哦，哦，野兰野兰，稀咧咧，哦，沿路开始一直爬行，真喘真喘，非常的喘啊！行这视野袂歹，来看一下风景。这边只看过一粒无到小剑山，
边也是大涧，这边边则是白姑大山，一粒白姑大山，这边一粒叫做基隆山、鸡笼山。这边上悬的一粒，一粒叫做八仙山。这边这风景也不错，但是上那粒我就不熟悉了。啊，这边面就是较大的，要继续爬石瀑，爬到半山腰，半山腰看无，哎，看无就是看风景啦，无要看啥。哎呀，今日风景袂歹，袂歹。这东南人真正无好爬。甲网络讲的同款，亲像远嘴山加上坡真正啦，这尼啊惊，这尼啊惊，这尼啊惊啦！这站就是东南人民宿啊！哦，我看山友啊，心脏真正遮大粒的，爬到面顶去哩，坐伫树啊遮，坐伫遮啦，你看我用哦，偌用你来看。这下骹呢就累啊呢，哦，心脏够大粒的。哦，这无好行，因为少人行，所以路径啊吼，拢树苗啊，再加上拢沙，所以小块骨。看到电塔，电塔边啊，就是东茅山的三角点。要到啊，一摆经行到乌东岔路啊，但是岔路啊吼，两条路要注意看哦。你啊无注意看，你电把物件唔对。离线地图啊吼，是讲下骹这条。剩100公尺，就来到东茅山的闸门啊！伊迄个三角点边有一个闸门。2:43，爬到东茅山三角点咯。即马三角点就是你看呢，拢反射板啊，然后。真正三角点伫这个方向，三角点伫咧这个所在，哎，注意看得快点，伫咧上外口边电塔下骹。即马行伫东茅山遮看过，正头前一粒，一粒叫做白茅山啊。白茅山边啊，就是纵走路线，一粒叫做次郎山甲太郎山。这边面遮是左南甲泰安的方向，看无啥对啦，尽量看啦。即马遮就是东茅山上出名的网红拍照景点，看起来是真危险，其实是真安全。安尼行德夫人起来有啥物感想无？还好，哇，这真正练过头去，这硬倒的路，伊甲我讲还好。离开东茅山咯，这粒大粒石头边啊，
这嘛是算网红拍照景点，这个角度非常的水啊！下骹面遮，这会使看到马五坝水库啊。这个水库就是白毛山登山口边啊遐，那个水库。哎，注意看，无啥水啦，中部拢欠水。记得啊，节约用水。继续行，准备落山。你好，你好。谢谢你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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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。从东茅山下来，来到三车路口啊，正常登去到东茅山登山口，剩两公里。但是我来行到夫兰步道，所以还有五公里啊，要行到五公里，这么远。开台路靠近，所以用小跑步，小快走者。啊，买单只开始路歹行。啊，有四公里啊！这个路况真正是歹，非常的歹，规路拢是树苗啊，根本都无人行。头前这段树啊崩去啊，拢未过，只好两缝坑啊，两拐了，路就出来啊，继续行。夭壽的啊！这种路哪会这烂啊？根本拢无人在行嘛！哎呦，这德夫兰黑道路线啊，无建议行，太危险了。啊，到 2.5 啊，等于到德夫兰。即马行伫德夫兰吊桥啊！哦，这班吊桥。摇嘞摇嘞，嗨嘞嗨嘞，哦，小可刺激哦。这么好笑吗？爸，妈妈嘞嗨叫嘞。德福兰东卯山路线，透早坐你最高凉亭车，坐去你东卯山，东卯山这个是横向的路线，行转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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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安尼行一空12公里哇，真正硬到啊！